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有话又说，自己养的虎皮兰都5-6年了，一点都没有变化，只有几根叶子。一般家庭栽种的虎皮兰，正常情况下一年能长10到30公分左右，养得好还能长出很多的小嫩芽来。想让虎皮兰快速生长，有三方面要大家把握好。一、施肥，每个季节最好给虎皮兰补充一些肥料，肥料是让虎皮兰快速生长最有效方式。使用氮肥颗粒撒在花土里，间隔2个月的时间用一次，对虎皮兰的生长也有帮助。想多小芽可以补充钙肥，常见的鸡蛋壳碾碎撒盆面，就能为虎皮兰源源不断补充钙质了。二、多晒太阳，虎皮兰虽说是很耐阴，但是太阳的光照是一点都不能少的。太阳的光照是虎皮兰的重要热量来源，光照充足的天气可以把养虎皮兰的花盆放在阳光下晒一晒，虎皮兰的绿叶通过光合作用能让叶子生长得更快，颜色更加翠绿。三、土壤，虎皮兰喜欢疏松的花土，如果全部用原土去栽种，爆芽的可能性是很小的，一般很少有嫩芽长出来。在花土里多加一些蛭石，或者是发酵的花生壳、椰糠、松针等，增加花土的透气性，这样虎皮兰根系上的小嫩芽吸收到空气后才能快速的生长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